时候就是枕头漂布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在哪里耶。可是我头发长有点慢，因为年纪大，头发长有点慢。对对对。因为刚弄完的话，他一定会用一点护发，或是一点。当天我有做一个很贵的护发，就是很贵的护发。很贵的护发是不是？就是他说会到心里面，心里面那个心，发心的心。好。笑死。就。因为你不去色的话，那一般都是以那个咖啡色调嘛。嗯，那咖啡色调的话，你要看它是带什么颜色，然后它是刚出来的时候它，不过它是粉粉的。好啊。你的发尾已经有点偏垮。嗯。可以，我只要有时间，它可以长黄色，但是如果太重的话，因为它橘黄的话，那可能很多的死掉，可能就死掉。你这看起来看似有挑染啊，搞不好有哎，之前有，之前枕头染的时候好像有挑，可是应该都没了吧？还有，我看起来是有挑染，哦，好像你听你这么说好像有过，可是这很久以前的事情哎，因为我这一年几乎都没什么动它。先慢慢冲过去就可以了。好。光颜色我就觉得他很颜色有看到吗？有怎么样？而且我觉得光照的地方真的会雾雾的，好好看、我刚进来的时候，如果长这样的话，你应该就不会这么绝望。哎，报告室。是。哎。